现在任务就是把这所有东西搬过去就对了。不要，车钥匙，你的毕业证书拿一下好不好？自己的钢片自己搬。旧的钢片吸一下。自己的健身房感觉怎么样？搬起来。铸铁买了大概300多公斤吧。你那种怪物拉硬没用的。你说的那个怪物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你拍？没有，不是。快快快快！55公斤，哎，那么重啊！连堆高都要自己开。哇！我终于发现比你头还亮的东西了。披萨。你的 Domino's。搬这个杠是不是很想让你讲四个字？杠铃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好，我是盖伊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，我们即将在板桥拥有一个自己的健身房啦！所以我晚上是不是都睡不着？开放式的健身房，每天都好想要赶快开幕，然后可以来练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。后面是不是很乱？没错，狼藉的现场。对，现在呢是下午，那我们已经花了一整个早上的时间把只有自由重量的部分哦，全部都移进来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些自由重量的器材呢，全部拆箱组起来。啊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自由重量几乎都是用 Rock 这个牌子。这个牌子在健身界算是一个潮牌。哦，在世界潮，对，我们是很潮的人，所以需要用潮。因为它品质算也是稳定，它包胶钢片就是跟它自己的杠是很密合。哦，因为有时候去外面的时候就发现说，那杠铃跟钢片好像不是合在一起，它摔到地上的时候那种跳那种。Rock 的杠配上 Rock 的杠片，对，完美，完全 match， 完全密合，而且让你那个举重、卧推、深蹲啊，硬举。就感觉就是不一样，非常的稳。我们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牌子，很想要用这个牌子，所以就买来给大家一起用，就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等一下，盖伊，为什么你裤裆鼓鼓的？被你发现了，这个身为一个健身 YouTuber， 随身携带一支扳手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对，随时都要做好组装深蹲架的准备。耶、yeah ！那我们现在就。组装起来 ，yes。胶钢片，哇，怎么样？可以，你别吸了，吸起来特别，又吸了，好闻。现在要把那个固定式的卧推椅组起来，然后组好之后，今天就可以来练一下胸了。建立卧推架，卧推磨人专用。卧推破 PR 的，用这一台就对了。这台最便宜。要是我们健身房有几台这个建立卧推架？我们三台，我们的深蹲架就是专门拿来深蹲用。所以卧推的话就是专门专门。我们大家都不用抢，可以一次同时三个人一起测皮啊。来，搞定。该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因为现场有点混乱，器材太多了，然后不好分类，然后我们钉子现在装错了，我们现在全部要把它拆掉。这个这么长，怎么会是这样？马上发现这种问题，装一次不会啊，至少我们在第一台就发现，就发现了，我们有三台。不需要，护杠不需要，护杠，两个护杠，哇，好粗哦，这个，我不说你，我说干嘛？我看你们两个要干嘛的？啊！不是你这护杠太高了。站！哦，哇，这好赞哦！我可以。
现在已经晚上快要九点了，我们原本想把深蹲架也租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我们那个 bench 不好意思，真的两个多小时，住太久了。之后呢，我们整个健身房完整器材都组起来，然后机械室也都进来之后，我会再拍一个比较完整的影片给大家看。大家一定很好奇三剑客板桥店健身房的收费方式，那请蔡药师跟大家讲一下。主要是以订阅制的方式，不会绑约，你如果这个月用完之后不想用，下个月就不要再订阅。哦。目前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打算先收1000美元，为了维护这个健身房的品质，就不希望人太多，然后挤进来，大家都没人，大家没地方用这样。从今天开始预售，然后前300名购买的，就是可以先买888的这个价钱。早鸟价，对，只要你不要退订，你一直续下去，你每个月就是888块。对，然后这个方案如果一卖完，我们就会转换成1088。那1088也是有限量，就是只有700。对对，因为我们维护品质只收1000个，所以前面300个早鸟，要大家要赶快抢300个，又抢到你就是一直续约就是888。对，那后面700名就是1088。我刚刚讲的这888跟1088都是全时段，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是可以入场。哦，对，然后有另外一种是银卡，银卡的话就是平日的1到5的时候，下午5点到晚上9点不能进场，然后假日的话是下午1点到下午5点不能进场，因为那个时候人特别多，对，所以那时候不能进场，然后其他时间都可以进场。如果你确定你是可以早上来或是下午5点以前来的，哦，办银卡，你就可以办银卡比较划算。对，所以你是那种下午上班的人。对，你早上或下午5点之前你要来，你就买银卡是最划算的。然后也有给那种就是单次，单次说你一个礼拜可能就是会练2天到2天的，你可能就适合买单次了，因为单次是100块，然后没有限时间。那这间新的三剑客健身房板桥店会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这段时间，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试营运，大家可以免费进来使用看看我们的器材好不好用啊，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回馈给我们，那我们会尽量做到最好，让大家舒服。试营运想来这边的地址是几号？板桥区举光路211号，就上面是一个很大间的邮局。要注意是板桥区，因为很多人都找错，跑去中和区的。该该，那如果我想要抢这个早鸟888，要怎么抢？这个早鸟888块，我下面影片下面会放一个 app 的连结，那大家就点这个连结进去呢，按照步骤就可以订阅抢这个300个早鸟的名额。然后那个订阅的时间会从我们正式开始营运，就是已经确定都可以，东西就弄好了，大家进来就可以开始用器材，才会开始算就是你的那一个月的时间。对，所以你要赶快先抢。你先买没关系，先买先付钱，但是我们算的时间不会从那一天开始。哦，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幕？12月1号。哦，会办开幕。11号那天会有一个大型的开幕活动，就大家可以免费入场。三剑客见面会吗？对对对，我跟药师啊、波波啊，还有一些健身网红都会来这边，就跟大家聊聊天啊，吃吃喝喝。记住，我是免费来哦，你想来就来。然后会在下午的1点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。哦，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。那这边的器材你可以东摸西摸，哦，杠片可以拿起来闻一下，闻一下。那吸杠片吸多久都没关系的。蔡老板，我听说这一次还会有抽奖活动，是不是？那个最大奖怎么说一下？最大奖就是有我们的三剑客终身会员哦，抽中了就可以永久来使用，但是可以，只有一个哦，可以就是不用钱入场这样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赶快来三剑客板桥店招募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的器材真的用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健人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